相信很多小伙伴下雨天超级不喜欢开车出门，特别是有强迫症的小伙伴，因为一下大雨出门，后视镜和车窗就会模糊不清，影响视线，还会让人莫名的烦躁。更让人怒火中烧的是路好滑呀，不仅如此，偶遇泥泞的路面还会弄脏爱车。司机们表示，雨天开车好烦啊，心好累，好无力。听到这样的烦恼与吐槽，资深老司机露出了迷之微笑，并拿出来了一样神秘的东西——肥皂。这下迎来了阵阵质疑声：这咋用呀？老司机告诉你，玻璃上涂肥皂，下雨天视野保证清晰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下雨天开车出门了。这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且看老司机怎么操作的。操作分为三个步骤：第一，清洗车窗，稍微浸润肥皂，使其变得柔软，这样更容易涂抹车窗哦。往玻璃上涂肥皂前，首先清理干净车窗的表面。第二，等肥皂变干，整个玻璃涂上了肥皂之后，就可以慢慢的等待肥皂蒸发水分了。车窗外层可以让雨水冲刷干净哦，内层肥皂干了以后是粉末状，用毛巾轻轻擦拭，粉末就掉了。第三，用纸巾再次擦拭干净，毛巾擦拭肥皂粉末容易残留，这个时候建议车主们用报纸或者是优质的纸巾仔细的清除残留粉末，这样车窗就会干干净净的，超级清晰啦。需要提醒各位车主的是，车窗边角会残留少许的肥皂沫，但不影响视线哦。这么简单又容易的方法，助攻你下雨天轻松出门，不知道小伙伴们学会了吗？